话讲伫二零一四年六月的时阵，阿娇家族接到杨老师的指示，第一届要负起编起这编册任务，册名就是《台湾新的动手参考手册》。第一个伫倒呢？收集杨医师历数百年来，是历数十年来的文章、演讲、开示、读册会等等，将即寡智慧的文字重点来摘录出来。接到这任务了后呢，阿娇家族就开始分工合作，就要尽快把这个神圣的使命完成。所以我就为网络去收集文章资料，发现讲哦，原来伫寺庙啊，还是讲台大的图书馆，佮有中央的研究院，拢保存着杨医师早期的藏书。嘛，感谢同修吼，像藏壶、藏屋、佮竞选等等吼，甲阮收集去摕着，帮忙摕着即寡珍贵的资料。以下呢，我就会用小短剧的方式来呈现咱阿娇家族哈分工合作进行编书的过程。表演会略微夸大一点，博君一下哦。时光飞逝，没有编书经验的阿照家族，只顾埋头苦干，往前冲了半年，结果嘞？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六个刘医师，在外行的这部册已经建立好了，暂夜也已经跟暂且同修联络好了。册内容嘞，我看卖嘞，我拢无看过一本册呢。我是作者，什么资料是什么，我看一个啊。是嘞是嘞，明仔载就来送来。纸本交给了杨医师，这就是杨医师头拄仔开始。杨医师在百忙之中，三界归本，逐字逐页审慎检视，修改补充，来回修正，将近两个月时间，可能杨医师大概拢无困吧。之前整理的部分拢已经做袂工，教稿、编排、相片拢爱跪头阁再来。后续的编辑工作，迄才是阿娇家族更大的考验，真是一言难尽啊！在二零一五年四月，台湾新的动手参考手册。这本新册出版啦！阿娇家族除了爱参加新册发表会，记得吧？以外，总算会用轻松啊！敢安尼？敢真正会当安尼想？这是第二本册的资料，你提转，恁阿嫂家族提转去整理整理，无赶，豆豆啊来。哈哈哈！时阵要出版嘞。唔免赶，整理好再搁讲。好，我知影。在你那登记厝的了后，赞好。嗯。赞好。这是杨医师要出第二本册的资料，你先摕转去拍字整理。好，但是要爱咧。无赶，拍好甲好我就好啊。好。连续几日工，杨医师拢会予一沓新的资料爱整理，加上有编辑第一本册的经验，大家较会用上手啊。赞好，是拍好。有咧拍过一寡，毋是讲无赶吗？哈、啊，啥物？啥物无赶？我明仔载要去检索呢。杨医师予资料的速度拢足紧的，爱较紧的啦。哦，我紧拍，我明仔载就予你。每部分的资料拍了后，拢爱予杨医师佮他确认。已经拍好的资料，有当时啊，嘛会佮修正，还是补充。
就是由医师讲的无管，就是照管的。明仔，这是第三本册。啊，你摕转去，甲第二本有相当的关联。啊，摕转去整理整理，册资料更完整，慢慢啊整理。赞明仔回到家。这是杨医师第三本册的资料，我即摆要录音，有啥人要甲我斗三工啊？大家拢讲我无斗三工，交互我好啊！我即摆较有闲，我来做就好。我即摆较有闲，我来做就好。我即摆较有闲，我来做就好。阿赵家族工作进行中，文字部分都打好了，要开始教稿了。找头顶要放的相片，正好帮忙照稿。好，没有过来给我。哎呦，怎么这个字看起来好像有错，又好像没错？这个句子是这样吗？查字典好了啦。人家用字典，我用的是词海，词海呢？不然再 Google 看看好了。老公，你过来一下。你看，你看，你怎么打字的啊？一点文学造诣都没有，这个也错，那个也错。老婆，你辛苦了，你慢慢教稿。我明天要上班，你去睡觉吧。不知不觉天亮了，咕咕咕。哦，总算弄好了，弄了给妈以后，我就可以睡了。没有呢，我要好好慰劳自己一下，先去看韩剧好了，提振一下精神。赞敏照收到 mail 后进行整合。哦，水相片就忝，两三天拢无困啊，搁超袂好。没啊，进来倒三天。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啊？什么？你们整理好之后，我还要那个校稿寄给美编，然后联络排版。新书发表会都喜欢出去呢，啊，就换你出去讲啊。终于，第二本书校稿完成，也联络费编社准备要出版了。暂且讲吼，既然爱出第三本册，就把迄两本拢整理好，啊，做伙出版。好啊，好啊！啊，啊，不是讲无咧赶吗？敢安尼敢会用无赶无急吗？整个。来来回回 ，mail 来 mail 去，好几十次，从校稿到完成，一整个鬼打墙，眼花缭乱中，书终于定稿了。
无什么好紧张的，拍就对啊啦。会怕啥？怕你啊！我来耍游戏啊！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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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拢是我的代志，算来拢我的去新册发表会呢。终于如释重负，完成了杨医师交办的任务。今天来讲，杨医师交代咱一个花仔的代志，一定有伊的用意。咱只要遵照杨医师的指示办理，尽心尽力去做就好啊。论体力，咱比袂着别人；论才艺，咱无别人的聪明智慧；论煮食，煮无一项好食，煮到无人敢食，所以心存感恩，感谢大神的护持。赞美赞，赞耶，赞和，赞好，下台一鞠躬。